边录的，我可以帮你抢啊，帮抢，看到？我在这边，我就是说。大飞来了，大飞来了，有金牌吗？完战完战！有金色吗？有金色吗？没有。应该有蓝色吗？讲中了，就讲他妈 feel， 什么？凯蒂哦，这凯蒂是什么肉凯蒂？他妈就是包皮，对吧？一起换一下，好，两换到好了。现在要打巅峰换机啊！欢迎来到王者荣耀，要打巅峰。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巅峰辛苦了，给你。随便。阿武的小圈。是啊，快到。我第一，你上位去前吧，排位前期。别直，真的假的？旁边有人，小心！Oh no！ 就从这里开始吧。哇塞！哇，这么猛的吗？找不到我。太凶了！个都能中，看到了一个很暖的举动，有人抢我的血包，我是演员呢。演员的最高，那叫什么啊？演员的自我最高境界。乱世之中，我来才是英雄。对对对，都没有师弟你敢来？一着你 A 着你 A 着你 A 着你。哇，是你错了，触发师弟了。滚了！有。第一大功，打两个助攻，兄弟，一个人都不是我的，都是你们的。请求集合。我靠，我要死了！小鹿没有带，我来受伤。呜呼！我那不是你有炮，这么安静话干？请求集合，收到。Anyone？ 救命！救命！加油！没有听到我，我都忍不住了。抢不到核心，我大招又好了。啊，我不会有大招，
前面的大野，发起进攻。 三位一起杀穿了，三位一起杀穿了。发起进攻。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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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等我在走位，我没有去下路啊，你小心。收到。请求集合。哇，他的支援。哎，我靠！发起进攻。我就客气了，加油加油！他们也保不了，他们中路自己老垮了。这样子我就慢慢推他，没有人要看我的意思。他送你了，他们送你了，他们看你气势了，这样做。刘三剩92块钱，他到底死了多少次？五次。张良没到。马克，我来呀，马克。有大危险，我就先跟他。鬼天台、欸！我靠！我靠！我一直在点他，妈的，我伤害很低。来，你说啊，对，拜。没事没事。
OK 啊，我妈的，我在那边点你死命那边点他，就是不掉了哦。我回想起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哦，他不给你命，有不给你。他刚复活不？就是一种缘分。那我就收一个红啊。打吧打吧。Nice， 看你牺牲了那么多。我给你一个盾，牺牲两次不了。为你付出那些，你付出的经济你不理解。我靠，他一定不赖呀呀，不赖呀呀，不赖呀，不赖上升了。我帮你控他。哎，妈的，没有空上鸟，他傻鸟。无有力，好好。流血三千。我靠！我有点想要操作，让那个空间让我操作，我有点想要打架。OK OK。我有点想收一点人头。我帮你找，连他们野区我都刷爆了，我兵线我就吃了，真厉害。主宰暴君，炮车出击。哎，这么有暴击耶！哎呀，够浪真的，干浪。妈的浪了一哇爆来啊追我啊所谓的弱就是原罪不行我的天啊不浪我没有开到他我没有捆到那个射手捆到那个射手一定打忘了他一往无前，侵略如火，发起进攻。哇，什么林？他都打不死，开，落开，这个叫做落开。要不然要有个舌头的。要进开，鬼没离开。这个张飞跳进去给他。张飞蒙起来了，谁都冲，谁都不管，把我们整懵。张飞讲完战呢，你操我来！我靠，有这样嚣张的吗？咋是这样玩？那个辅助一万战力啊，跟他单挑。我靠！等下我就来打我。啊，这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就是让他们打你，技能交到你身上，他们就死了。请求集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的。合集打开。那你以为？断量没大。哇！你轰！哇！我你轰了，我就拿不过来，我死了，该死温柔。他们全部打我，肯定反灭了。啊！哎，这样什么问题？是我牺牲呢？全部你们死还活着呢？这是什么鬼？小丑盯着你不理。这是自己好吗？十一个助攻啊！对，挺好的，挺好的。
我终于连胜两把了，夹了这个。反正八点七评分了，打么鬼了？靠！